第三方面里头，第三章里头呢，在第一章第三个这个小文里头呢，他有提到一个，就是不要让这个所谓的输赢这个迷失哈。我们人常常很在乎就是赢跟输这个问题。我记得我读过一篇的文章，就是有一个这个围棋高手哈。这个围棋高手呢，有一天晚上呢，他跟日本一个非常出名的围棋，这个选手要比赛哈，所以那天晚上他睡不着，因为一直在很在意，到底怎么去跟他比赛哈，跟他比赛。那后来呢，他睡不着的时候，他打电话给他的一个老师哈，这个老师是说，你最重要的就是以一种平常心哈。什么叫做平常心呢？不要把会不会胜或者是会不会赢看得太重要，而是当作一种的享受，在下棋的当中里头当作一种的享受去迎接它。那这个是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劝告哈。我也在这里里头劝告我们读者呢，就是不要人生的当中有时候有我太太很喜欢讲的一句话， Sometimes you lose and sometimes you win. Life is always like that. 就是生命里头呢，其实有时候你会赢，有时候你会输，也不要让输赢哈影响你太大。当你输的时候，有人说 Sometimes you lose doesn't mean lose, but means that in the end you win.所以他的意思是说，现在你输了，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输，到最后里头，可能你是赢。我们中国不是有一句成语，就是说，塞翁失马哈，焉知过虎，对不对？你现在失去一匹马，到头来这匹马带了一群马过来哈。我们都知道塞翁这个故事，让我们真的是在人生里头呢，不要太在意今天的输或者是明天的赢，让平常心面对哈。这个是还有呢，它里面还有一篇的文章，我特别是要举出来的，这个是在第一章里头呢。他说，赞美呢是听觉还有心最好的维他命啊，赞美。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呢，我不知道你啊，在我们那个时代成长的过程的当中，很少很少听到父母亲对孩子的称赞哈。我记得有一个故事，真实的故事，在台湾里头有一个女孩子，她平常读书呢都是读得很厉害。那天考试可能不知道睡不好呢，还是身体不好，所以只是考到90分。那回去的时候，他心里面对自己都已经很难过哈，因为只是考到90分，回到去爸爸问他说：“还有10分去了哪里啊？”你知道那个结果是什么？很可怜的一个结果，也很惋惜的一个结果。那个小女孩大约5年级、6年级，选择跳楼自杀。我们父母亲想一想，90分已经很好了，不要紧，下次再。借再力，我想可能呢，那个女孩今天还活着。赞美呢，其实让我们学习。那这本书里头就谈到哈，赞美是一个生命里头很重要的一个维他命。我们人何不想，你做了工作的时候，是不是很盼望、很期待老板会拍拍你的肩膀？Job well done 这样子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期待哈？还有这个第二章里头呢，就是讲到他说喜乐呢就好像一剂的强心剂哈，帮助我们去面对我们人生的挑战。那在这里里头呢，他在第二章里头呢，在第二章的第二个的小文里头呢，他说自信哈是我们男人的一个外衣。其实我在想，不只是对男人，对女人也是一样啊。对自信啊，特别是那可能就是说，很多人自信啊，是以外面的东西来衬托自己的自信啊。我们男人比较可怜一点，
性的话，女生的话还可以用化妆品啊，还可以化这个，把自己打扮的美，使自己感觉到外边看起来自信啊。我们男人没有什么东西，所以呢，我记得在这个东海大学有一个教授，他曾经讲一句话，他是说以这个《神雕侠侣》这一套片啊，这个故事里头呢，就讲到我们人生里头呢，这个《神雕侠侣》里头呢，他说杨过呢，在20岁。他被这个应该是波浪啊砍断了一只手的时候，就走到那一个山洞里头，后来遇到这个独孤求败的那个坟墓里头，看到他写下的，他说20岁以宝剑哈、打遍天下哈、30岁用重剑打遍，40岁用木剑哈、50岁的时候，就是过后了，就是心中无剑便是剑哈。他就讲到我们人生刚出来社会的时候，我们就好像需要一把宝剑，用许多的名牌来衬托自己，想使自己才感觉到比较有自信一点哈。我们人，他是说他在这里边呢讲到呢，自信呢不是从外面呢，而是从里面走出来呢。里面他说自信呢是说，自信的人呢会帮自己会一种是什么呢？就是敢爱、敢担当，还有敢去发梦哈、去有追求自己的梦想哈。盼望我们都能够做一个自信的人，自信是从里面出来的，心里面有那种的喜乐，有那种的肯定哈，就出来哈。还有呢，在这第二章里头呢，他其中一篇的文章就是说把拉自己一把哈。什么叫做拉自己一把呢？就是说给自己多一些的机会去面对不同的一些的挑战。很多时候我们相信我们都听过一个成语，就是自暴自弃哈，就是当我们遇到失败或者是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有很多人呢会选择逃避，就不敢去面对我们所面对的一些的困难。他说拉自己一把的话，就是说在你面对困难的时候，给自己再努力一下，再更加的加把劲哈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跑过 marathon 哈，我就没有跑过，我现在你叫我跑也跑不动，可能会死在那个 marathon 里头哈。不是很年轻的时候，我有跑过这个越野比赛哈，不是很长，4个 km、5个 km 的当中，你知道最后的那一个的关头的时候啊，最后可能就是最后的那一公里的时候，有时候那时候真的是拖着腿来跑啊。那这个就是拉自己一把哈，就是最更困难最后的一个公里啊，去完成它，那个是最重要哈。给自己拉一把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。